狂胜，渡劫飞升，一念成神。欢迎回来，我从零开始的浩元之路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会去打架啊，又是愉快打架的一天。今天我们要来提升一下机体，那我们要去比武行去来挑战一下。因为在这两天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比武行真的蛮好玩的。比武行就不是我们一般推图那种，就是搭地图打的方式，它是那种五打五，就是跟那个魔灵召唤一样。那目前来说，我的排位是白银三呐。那今天的话，看能不能冲个黄金这样子。那会挑战一个几场啊，一天可以挑战六场了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强度如何。那提升强度打架之前呢，啊，我们现在抽一下卡。因为目前来说啦，我的角色的抽卡大概已经差不多快满了。因为这款游戏我记得它有一个赛季优惠，这个要千万记得一下哦。到2024年的9月25号，你只要抽200抽就好了。因为200抽之后呢，它就没有再额外的这些奖励了。之后你的卡片就存起来，等到下一个赛季再抽就好。因为这款游戏它你的奖励尽量可以拿，但是有些东西如果超过的话，没有 CP 值就不要再抽了。那它有这个啊，自选这个特殊卡。那我们今天会，我想自选这个啦，天境犬。我还是需要一只暗属性的攻击的角色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会来抽卡。那最主要是那个守护灵的，哦，守护灵目前还没有一个传，就是传说的举宠啊。那我觉得强度会差很多。那今天的话会给它那个强化一下。哦，这个强化真的差蛮多的。那我目前有两只紫色的啊，今天看看能不能抽到一只那个橘色的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内容啊。然后我们会把我的一狼啊，会给它冲到二命。那二命的话会开启一个技能。OK， 那我们先来抽卡好了啊，快速抽卡一下。那我们来抽个暗属性的哈，来，我们来拼一下。看，如果能抽到的话，我就直接选一狼就可以了。走，七早八早就来抽卡。呀，昨天又抽到一只倒绿啦，超爽的。打雷，没有。看，哎，阴狂一，看就这么落赛，什么狗屁都没有。有了，我感觉这个音乐不太一样哦。开，没有，这个是蓝色的。暗黑龙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雷电。看白雾，我直接垃圾脚，干，真的是垃圾脚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喽，他刚刚画面是不是有慢了一秒钟的感觉？来了，打雷打雷，没有，看普通脚，看真的假的？哦，这什么鬼啊？看陈雄好像不是，哦 SR 还行，80抽啊、保底一个。然后差20抽，好，这应该是这个赛季最后一次抽卡了。来，开门见喜，没有，鸿飞啊，尚可接受。干好烂哦！干我是被诅咒了、啊，昨天自己私底下抽到一个倒绿之后，就再也没抽到什么好货了。好了，我感觉有机会，没有，哎，看还关门，这什么东西啦，熊镇。没有，好、哦，米诺陶斯打雷，没有，看什么鬼、啊？干，真的是一堆垃圾。好吧，算了啊，那个原谅你们啊，反正我今天不指望你们，点着就跑了。好了，算了啊，这个不是重点啊，今天我们来抽一下这个好了，保证啊，三张啊，这是自选的话就算了，先抽个一张好了，试一下，抽卡抽不到。我们就来搞这一个，来开门发雷，直接来个一狼吧，要不然那个火的也可以啦。谁？哦，来了啊！我就在等你啊，世华，帅啊！哇，帅哥一枚，哎呀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决定今天就用你了。好，四华不错，那再抽一个好了。如果抽到那个暗属性的就好了。来一个暗属性的，开门见喜，一狼或是那个黑镜拳都可以，一狼或是黑镜拳。哦，哇，两只四华，那就真的要练他了啊。那我的那个孙，刚好那个谁可以下了。那个孙绿啊，哦，那个老头真的太丑了啊！老头，你可以下了，真的不是我不爱你啊，是真你真的是太丑了。好了，来，好了，整理完了啊！目前我是攻击手超级多啊！今天我们来开一下一狼的这个避雷针，哎呀，是不是暴击中啊？在使用我一狼的武功呢，哇、啊，就会暴击啊，超级强！来看一下，
然后福林哦，这也可以开的。暴击中呢，使用我的福林的武功呢啊，还有防护罩，所以以后都要用那个，以后想办法都要搞暴击。好，搞定啊，相当轻松。然后，哦哟，我们又有很多钻，哦哟，学翻了。好来，然后哎，他还有什么啊？对，我的一郎要二，超越二，恶命，雷神降临，帅啊，恶命，然后两个自行针，然后雷神终结技啊，雷神降临，等下来看一下。然后武功的话，他目前也是可以加的。哎呀，看我的一郎好强哦。然后再来是我的这个。我们的四华，等一下看他到底强不强。那目前就是我最强战力啊，这五只四只攻击手啊，一只道律捕师，来，我们就来 PK 一下。跟你说四只攻击手有多强，就是一回合秒杀你。无效而过吧，无效而过吧，雷鸣死吧。是什么泡泡？哦，三一二三，哦哟，相当普通。火焰掌，来我了，小魔庇护来了，翻天印，上那个减音效果，哦，还有那个昭明啊，上毒我也有，四华，吼吼，是不是很痛？林北打单体超痛的，来了，我天定拳来喽，上啊，无影脚，到此为止，相当普通了。在看哪里呀、啊？死吧！哇，死一只了！火花！哇，我的那个昭明死了！哦，下雨！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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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了来了！天境拳！哦，好帅哦！强不强真的不知道，帅真的就完事了！哇，死了！哦，雷神降临，死吧！哦，哇，对方直接死光，火龙升天，哦，这款的动画真的做得很爽。哎，死了！哇，雷神降临直接翻盘呐、啊！雷神降临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帅！哇，受不了，那个雷神降临真的是太猛了。哎呀，本来还有点弱势啊，完全就没有了。那有光的吗？哦，有光的，好，来打光的。来了，就你们了，走。别无他法了，别无他法了。小熊软糖杀手，去死吧！雷光。小魔庇护一下，这个那个全部都是我的。好、哦，流血。既然是大丈夫，就要有胆识。有哦，金刚墙上那个护盾。四华，哇，快死了快死了！翻天印，受到伤害前降低。我觉得昭明很烂，我下次昭明把它换掉好了。昭明下次换成那个好了，换成老头好了。感觉昭明效果不大。来了，再撤离！天蚕脚，哎，补一招死了。退后！哦，腿控。金子，出来吧！哦，来了！挨揍吧！哦呦，小痛！结果灰烬，熊熊燃烧吧！熊熊燃烧吧！烈焰拳！哦，在这个地方。哈哈。哇，他的四华有大招啊！靠腰，哇，还没沉默，好强哦！他四华大招，我拿走了。还有四华死了，来了，化成灰烬吧！天境拳，在这里。哦，红门金刚，金刚拳，我的雷神出来了没有？雷神。再不错我就要死了嘞！然后四华也死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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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华撑得住哦，锁血。通
哎，没死哦，没死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的雷神嘞！靠，又上盾，去死吧！雷神降临，干嘛给我去死？砰！哎，怎么不痛啊？是因为那个护盾的关系吗？哦呦，哇，死一只，四华。哇！我的天境拳死了。哦，死了，好，好歹也干掉一只。啊，不是吧？他的那个四华又大绝。哇，输了。哇，他那个四华有大绝，真是太猛了。好来，好了，最后，哎，这刚好。好，天境拳四华下里。差不多，带两补比较保险一点。好了，最后一场了。哇，四滑，哇，好快哦！我感攻击好高哦。肆虐吧！雷光！吼吼，我的一郎真的太强了。哦哦哦，那个嗯，哦，那是谁啊？怎么那么痛啊？夏琳哦。等一下。福林。恢复吧。恢复吧！哦，好爽哦。福林真的是太重要了。在这里。哦哦哦，天蚕脚。哎，没有了，那就换我电闪脚了。流血来了，四华炸裂，我们圣徒吧，翻天印来了，天蚕脚啊，晕眩一只，死吧！哇，长大吧，我来帮大家治疗，治疗来一口。别无他法了，哦呦！结果灰烬，熊熊燃烧吧！燃烧吧，炸裂！快了，快，我快赢了，我快赢了！看来你有东西。变雷神就是我们胜利的那一天，哎，死了！七上天穹降临，降临！雷神，死吧！哇！天蚕脚啊，它叫天境拳，但是都用天蚕脚。啊，你可以死了！平战师，奶大家！哇，超奶啊，受不了！你再给我看哪里？一郎真的是太帅！我操！去死吧！天蚕脚一踩，还是不死。现在。哦，你有，干，你有大，你有大绝，古代之力贯穿吧，哦哟，去死吧，哦，还补人家一脚，哈，太强了，太强，太强了，受不了，我们真的太强大了。哎，冰果啊，冰果，那就不好意思。好了 ，OK 了啊，不错不错啊，虽然说还是只有白银三，哎呦，有升一点了，好了，都再往上升好了。
OK 啦，哦，这游戏真的太爽了。好，那下次的话再看看那个好了啦，啊，要不然等一下就把它抽一抽好了。然后下次战力应该就可以突破5000万了。OK， 那求大家欢迎支持一下，我先老感谢收看，下次有缘再见。